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第二位主唱，我叫做 Sway， 刚有点打结 ，SWAY， 思考的思，卫兵的卫 ，Sway， 其实还蛮开心，可以在铁花村表演给大家听。其实我大概两年前有来过铁花村，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是来旅游的，然后我就有听到这边每个礼拜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乐团啊，跟歌手在这边唱歌，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天也可以来这边唱歌。就没想到，哎，还真的，终于有机会，两年后终于有机会可以来这边唱歌给大家听。我一直觉得这边的气氛真的很棒。听说老师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这边的气氛你喜欢吗？很喜欢哎，就是这种好像弹一弹随时就会呛掉的感觉。你有呛吗？你喝两口就呛了？我的酒嘞，哎，忘记拿。不要装傻，还是你已经呛了？不然你为什么今天要戴墨镜？对啊，其实我现在眼睛都是血丝都红的。这个天这么黑，你为什么又下雨？你为什么要戴墨镜？我掩饰我自己的情绪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上台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刚刚点了那个啤酒，然后本来我的那个经纪人帮我拿了两个杯子，说啊，等一下给我们两个的老师一人一个杯子倒啤酒，然后就看到刚刚那个飞行盒的人，他们是直接在灌，然后我们经纪人直接说把杯子收掉，等一下直接叫他们拿一整支酒上来，所以你们现在有酒吗？对对对，没有，我现在很慌张，我的酒真的不见了。有啊，你有酒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等一下也要跟他们一样。一定要。但我很怕他们等一下会倒在台上。你的酒呢？你一定要有酒，你不可以没有。我请这个帅哥帮忙。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，没有酒量还硬要学人家，也是有一点尴尬了。你知道我没有？我等一下喝给你看。好。嗯，等一下就有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我们表演结束，他这一瓶要喝完了。这么多，当然。接下来呢，要带来这首是我自己的歌。我在去年年底12月底的时候发行了我个人第一张专辑，然后是全创作专辑。我自己平常都有在写歌，那这张专辑里面全部的曲都是我自己写的。那接下来带来这首呢，是我自己写的歌。然后呢，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写词人，叫做宏宇老师。他是之前帮彭佳慧的大龄女子写歌词的老师，非常的厉害。其实这首歌叫做恨不痛快，其实他在讲一个像三角恋的故事，互相拉扯然后纠缠不清的感觉。其实很多粉丝都跟我讲说，他们听到这首歌就是觉得有一种很纠结的感觉。带来这首恨不痛快。先前